两位兄弟平安，平安。咱伫2019年的上尾一个主日，咱阁聚集伫即个上帝的圣殿，做伙来敬拜。咱用欢喜的心，咱要做伙起立，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好，咱做伙来起立。来，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撒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不列岛任内受苦，钉十字架，死埋葬，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国话，就天。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柄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的救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是咱请敬拜团带咱来敬拜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我们用今天的诗歌来敬拜主。把咱大家来吟诗，感谢上帝过生命，世间日子真经过，今天天路就直行，一代过了过一代，亲像草木同过冬。今天天路无远切，你日子已足会讲，你日子。主的工，新春万年拢我心，求主也我信心。今年大行所头做，求主予我照准时，求主予我照准时。福音真理大进步，你的苦主坚固心，今天天路无远切，愿有平安我做事，愿有平安我做事。专心听候耶和华，也欲出心仰望伊，来到主施恩宝座前，看地里面稳定高挂影，我欲忍耐等候耶和华，亲像谷米等天光，伫暗时称赞伊信实，伫早时呼召伊的主爱。只有伊是我的石盘，我的拯救，我的关怀，在伊面前摆
爱的一切，我的帮助是对你来，我的忍耐听候耶和华，亲像谷米等天光，你安息清查你信息，你查是何路你的主爱。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，也别主心用梦意来告主是文博作情，看地里面文电告我言，我别明来听候耶和华，亲像谷米等天光，彼岸是清晨已星星，你早是我落日的主爱，只有一时我的酒伴，我的拯救，我的款待，第一面前摆的一切，我的帮助是对你来，我的忍耐听候耶和华，亲像谷米等天光，彼岸是清晨已星星，彼岸是何路伊的主爱，只有一时我的酒伴，我的拯救，我的款待，彼一面前爱的一切，我的帮助是对你来，只有一时我的酒伴，我的拯救，我的款待，彼一面前爱的一切，我的帮助是对你来，我要专心听候耶和华，也要主心用梦意的安息，清晨已星星的早息，我乐意的主爱。过去的一年，不论是好是歹，感谢主在我的身边，求主继续带领咱行正路。正路不一定是平路，但有主的同在，就是行会过的路。愿我的牧者继续引带我们行这人生的路，让我们继续用这条诗歌来阿乐主。诗篇二十三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惊过这一惊，以后我到底七嘴的草埔，带我在安静水边。
予我的灵魂坚硬，引带我行你的路。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山谷，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伫我对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任由我我的头壳，予我的杯满满，稳定主笔的卡，对我一世人。我要徛伫地也好，我的主的高永远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亏一点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伫安静水边，伊予我的灵魂坚硬，引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山谷，也不怕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伫我对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引诱我我的头壳，予我的杯满满，稳定主笔的卡，对我一世人。我要行伫地也好，我的主的高永远。你伫我对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拥有我我的头壳，予我的杯满满，稳定主笔的卡，对我一世人。我要徛伫地也好，我的主的高永远。我要徛伫地也好，我的主的高永远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就是西瓜加最爱的基督，我要花加最咱的上帝，请你别请坐，咱是要来基督，我咱的心每一日拢来归向耶和华。在这个年底的时阵，咱的愿望2020年要来到的时阵，用咱的心拍开咱的心来到上帝面前，来向你来祈祷。主啊，主啊，我今仔日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拍开我的目睭，让我们能看见你是遐尼啊尊贵、荣耀、圣洁。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不是清清菜菜，那是主啊，我实在来到你面前打开我自己，我没再求自己想要得到的满足而已。主，我的敬拜那是诚心诚意来到你的面前，尊你最大。主啊，我愿望可以见到你的面，我愿望可以更加深来认识你。在这个年末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心里有一个对你有一个渴望，就是一个新的一年要来的时候，主，我们要真多可以讨你欢喜，主你自己的孩子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过去一年中间，主你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，你满满的祝福在我们的家庭，在我们的工作，
在我的每一日的生活中间，主你都给我了。主再来一年，主我们要来跟随你，要来更深的认识你。感谢基督，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，那个上帝应了归于我们天顶的父。那么感谢我们今天的敬拜团，带我们用这么美的诗歌来在这来敬拜。这时要来欢迎头一边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做会敬拜的兄弟姐妹，今天我们有两位要来洗礼的兄弟在这跟他们的家族，有一个苏元良牧师在哪里？元良牧师，我们请他家族都起立，我们欢迎家族跟朋友，亲戚朋友今天来管理，欢迎这个家族在这跟我们做会来敬拜，在这个寺庙节后面有一个家庭，是我们在英文堂来敬拜，来有这个Lillian 的这有各位朋友跟他们的家族，我们欢迎他们这个青年在我们的英文堂，普通时在我们英文堂来敬拜，不知道还有来请坐，不知道还有头一次在我们中间跟我们做会敬拜我没有介绍到的请坐，有没有？有 OK，咱就做伙为咱的座位起立吼，咱甲咱厝边隔壁兄弟互相来请安，顺续甲因讲新年快乐，好不？这是我们来关心教会重要的事项，今天是没这个动态报告，今天我们可以拍我们的周报几项重要，我来报告我们的重点。第一项，我们今天下午有一个会员班，会员班的意思就是说来介绍我们教会，我们认识教会落后教会的历史，所以说我们可以知道说在教会中间为什么教会有一个我们的组织，咱的这个长执会是虾米款？咱的教会咧做虾米款的代志？我们所以甲咱介绍咱教会的意向，教会的头前要走跑走的路，所以那是最你唔捌上过这个会员班的，欢迎咱七点半伫118教室吼，就是咱的迄个大厅后面一般叫恩光教室，咱来遐上会员班吼。OK， 来过来，咱今年就要结束，拜二就是咱的上尾一天，12月31号，咱有一个跨年的崇拜吼，就是咱做伙组织伫遮，咱做来敬拜，来迎接2020年的来到。所以欢迎兄弟，咱伫拜二暗的10点到12点钟，这时间真晚哦。不过无紧，咱这个都合无是，咱若有会当来到教会，咱就做伙来伫遮做伙伫上帝的殿中间，咱来迎接咱的2020年，来过来。这是跟大家较有关系吼，民生问题吼。咱较早咱几年来，咱的中道拢是收2块的这个中道等。不过因为这几年来，这个物价一直上涨吼，所以每年开始，后礼拜开始，真歹势吼，便当要起1块。所以要付我这3块啦吼，像假如说我实在吼袂当付3块，我甲你借1块好不好？哦，还是你若有啥问题，再来找我好不好？OK， 所以会记后礼拜要准备3块。OK， 明年的第一礼拜开始，伫拜六甲礼拜六的崇拜甲礼拜的崇拜中间，咱要来新的动工。长老执事要来就任，所以我们的同工，我们的长老执事
咱请陪伴心来参加，过来。OK， 其他在其他事项哦，咱会使参考咱的这个周报中间的报告哈。大多的事项就是为着咱今年中间，其实大家拢真无闲的中间，咱明年有缘有真济的代志，真济的事工咧进行哈。为咱区部、咱的辅导、咱的小组长啊、咱的牧师啊、咱的同工，求上帝纪念每一个同工、每一个领导职事。辛苦在这个中，这新年的中间来打拼，为着上帝国来打拼，求上帝给咱开力，咱继续跑走明年新的一年的中间，给咱会当为着教会的成长，为着上帝国的成长做回来努力。为着这个疗养院的事工的同工嘛，为着来祈祷，咱有几个疗养院中间吼，来关心这长辈啊，关心伫。这个身体有软弱的这些长辈吼，伫遐来跟做礼拜，伫遐来关心，伫遐来照顾吼。所以为着这些疗养院的长辈有的要袂一摆耶稣，咱咪就传福音给因。咱伫每一礼拜去到因中间，跟因在做礼拜的时阵，因的心内感觉真温暖吼，会当听到咱家己唔是干那分享上帝的话尔，会当体会着讲，咱伫遐来关心这些长辈吼。那么继续为这些事工来祈祷，求上帝来奉献伊的教会，咱会当来为着，毋是干那伫咱教会中间，咱来可能社区来传福音，带咱的厝里的人，也是有真侪要来信主，会甲福音，咱会使甲福音传福音，带因来认捌主，有无？咱做伙，这是咱做伙来祈祷，好无？主要说我感谢你在2019年的上尾一礼拜，主我又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主我做做的代志，主我来向你来祈祷，特别为着教会来成长，要来祈祷，上帝啊，主让我们有一个心看见，主你是爱每一个人，拢会当听见福音的，主说放在我的心内有一个意向，就是主我要来传福音，主我们来帮助人会当来。听见你的名，来相信你。主啊，为着我今仔日有两位要伫阮中间来洗礼的兄弟，为着因来祈祷，坚固因的信心，跑走你的路障。主，我甲阮今仔日的敬拜，特别甲主你传道，搁一届交托伫你的手中。伊所讲的话，即你即着伊所传讲的信息，会当感动我每一个人的心。我的祈祷，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接下来时间交我牧师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咱今仔日伫咱的礼拜中间吼，要为两位来行洗礼，我念的名请因出来吼。这是咱恩典小组吼，所来带吼，来查信主的吼。第一位是咱刘明宪吼，刘明宪吼兄弟。第二位是咱伊的太太吼，刘陈水英吼姊妹，请来到头前。我来请这个明明传道吼，苏志杰吼，来跟头前，来请咱教会吼的牧者吼，迄个辅导吼长老吼，即事拢有当来到头前，来见证因的洗礼吼。两位吼，要带恁行洗礼以前吼，我有几个问题要来问恁吼，这也是恁信仰的个别伫上帝甲人的面头前，恁大家诚心来回答这个问题。四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，你敢有诚心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悔改认罪，并且接受伊做你的救主，你生命的主，你是毋是愿意来接受？愿意吼。第二个问题就是。你敢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圣神做你的保护师来引导你的人生，你敢有相信？第三个问题，就是你得爱挖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来服侍伊，一生来行伊的道，尽信道的本分，你敢有愿意安尼行？最后一个问题。咱的教会叫六合教会哈，咱六合教会是一个注重人人
拢来传福音的教会。你加做一个基督徒了后，你是不是愿意顺从主给咱的大使命，将这个福音传给你还未信主的亲朋好友？你够愿意安尼来行？愿意吼，好。现在我们都听到他们在上帝跟人民头前他们信仰的个别，我们请大家三个起立来见证他的洗礼，请跪下来，请跪下来，请跪下来，一台刘明贤刘明贤，我用水来带你行洗礼，让你跪入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名。你是上帝所拣选，你是上帝宝贵的子儿，但有一切的恩典，甲你相合伫地，你得要搁真多真侪人得到这个恩典的源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老陈水英，我用水来带你行洗礼，让你归入圣父、圣子、圣神的名。你是上帝宝贵的查某囝，你是尊贵的。你还佫要带真侪人拢来认识耶稣基督，还佫一生还佫恩惠平安，佮你三格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起立。我即阵吼，也要请因吼来啊，带咱来祈祷啊，请迄个老刘明宪。来，我向大家啊，啊。啊，今仔日。我真正欢喜，伫这个时刻，岁末年初，遮尼好个时阵，风和日丽，感觉都足平安安个，会当来遮休息，会将来遮洗礼，我是感觉足大个欢喜哦，这是我一生哦。上欢喜的一日，哦，啊，我对今日开始，就变作一个新的人哦，哪像国家再生安尼，啊，阮甲阮太太哪像过一对哦，新的人哦，啊，这新的生活的开始安尼，我感谢上帝，我有这个机会，啊，其实啊，几年前哦，就是我细汉的时，我过去吼，阮老爸我捌带我来这个礼拜堂吼，啊，我迄阵都深深诶感受哦，因为会当来做礼拜，啊，佫会当来听道理，啊，佫会当来啊听这个圣诗，我迄当初的感受是真大深刻，但是啊，阮老爸有咧甲我讲，讲话做咱。无法度常常来，因为吼爱过作息啊，所以这个印象伫我心内数十年来哦，经过这个半世纪啊，我啊日日长大啊，因为吼种种的关系，所以我有需要啊，每日拢咧拍拼啊，阮太太有咧甲我讲，咱这个拍拼。那像一种的经济的动物，哦，啊，所以虽然呢，这数十年来，因为这个啊，我这个物质的生活有进步，但是呢，随着这个时间一日的过，啊，我感觉到我的精神上，啊，我诶这个心灵吼，诶种诶感觉足宽阔真康熙啦，啊，随着年龄一日长大。啊，压力哪来哪大，尤其是呢，伫这个这十年来吼，我后生因为破病破到重病吼，我尽一切的努力吼，感觉到吼也无够气力，结果有一个感受，就是讲咱做这个人吼，除了努力吼，认真了，那无精神来无靠神来甲咱帮衬。咱我想无法度真正成功啊！咱台湾人过去有咧讲，我说人一定爱拼才会赢，但是我认为讲哦，那来咧戆拼吼，无一定会赢啦。都要来信主，来靠主，来帮助，让咱的生活会更搁较美满，
安尼才是确实的赢啦。啊，所以我今仔日开始，我绝对哦要来献主啊，希望有一日哦，我后生会当脱离这个困苦，脱离这个病苦，啊，互阮夫妻会当脱离这个苦海，我绝对哦要来跟随上帝哦。来做上帝的灯光，我绝对要安尼真正哦，很虔诚的吼、哦，来给你挽蓝条条。那像是阮老爸哦，细汉，阮老母安尼牵条安尼，行走去哦，碰见去，还是行走去哦，啊，找无教室，啊，所以一直真惊吓，啊，给你跟随，跟随你，我一定哦，对今仔开始要来服侍你。啊，要来做一个基督徒所爱做的本分哦，甲永永远远哦。啊，我伫遮的告别，伫遮的恳求，我伫遮的啊祈祷啊，拢是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安请迄个单水英吼，带咱来祈祷。我讲台语讲无啥好，我用华语来讲好吧。今天我怀着谦卑受宠的心情来受洗。我一辈子战战兢兢的走过来，不知道有过多少的过错跟是是非非。在这人生低潮时，主耶稣突然的接纳了我，这是我始终没有预料的。他宽大的心怀让我感觉自己的渺小，愿意心甘情愿跟随他的脚步，做教徒应做的本分，帮助需要帮忙的人。感谢主，感谢叶敏明淑芝夫妇的带领，能够有这个神圣的机会加入台福教会这个大家庭。也感谢我生病的儿子，在他病重时盼望我们父亲能够和他一样接受神圣的洗礼，成为基督徒。特别感恩主耶稣赐福给我们这个家庭，也希望以后大家能够多多指教。阿门。阿门。对头讲。老兵兄，老陈水英，您既然在上帝和众人的面头前告别您的信仰，接受洗礼，我现在就奉教会头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啊，甲主耶稣基督相处和教会官兵，宣告恁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有份伫新约一切恩典，也甲坐主的道。阿门。请乌龟哥，今日即摆咱用上热烈的破声来接受因进入上帝听的大家庭。今日即摆大家请坐，啊，即阵那陪伴咱的心。来领受上帝话语，今仔日啊，咱的孙坦德伫咱中间来对，要对啊，创世纪第九章到三十章来传讲人的手段甲上帝计划。Test monitor 的那个声音可能要关小一点，还有 feedback。兄弟姊妹平安，感谢主哈。今仔日看到这个林献兄阿公伯伫遮休息，实在是非常欢喜哈。咱搁一个拍我来欢迎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啊，未开始进前哈。甲大家讲一个真惊吓的代志吼，因为惊讲大家还未开始就困去吼。什么叫真惊吓的代志？就是今仔日敢知影什么日子？唔知吼，今仔日是2019年上尾啊一个礼拜日。吼，诶，你讲是安怎？我要安尼问吼，因为足恐怖，因为安怎来就是2020年安尼吼。所以实在是日子过了真紧哈，有人跟我同款的想法，讲时间是安怎过啊遮紧的，有无？抓一下手，哦，真侪人吼，安尼感谢主，恁是有福气的，是安怎讲？
因为北京话讲，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哈、哦，无人去度假，去坐游轮，讲、哎、时间来过这慢呢，敢有这种无嘛哈、哦？所以其实安尼时间咧过得紧，代表大家虽然有挑战，但是感谢主啊，伊的稳定教养。今日我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叫做《人的手段甲上帝的计划》。我相信一年中间，大家听足侪的道理，所以今仔日我要用最后一个礼拜日，我用一个讲故事的方式，要甲大家分享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是伫，如果你有周报吼，咱会当掀开，也是你会当甲你的圣经来掀开吼。啊，伫创世纪的29:31到30:24，因为这段经文伤过长吼，啊，所以我就无要读。但是这段经文大家都应该捌读过，除非你是打信主受洗，啊，啊，毋捌来过教会，吼，啊，甚至足侪人就算无来过教会，嘛知影这段故事的主角。第一个主角呢，就叫做什么人？雅各，雅各捌听过嘛，吼，雅各伊有几个太太？雅各有几个太太？来，我问看卖，四个的抓手。哦，两个抓手，拢无个抓手，好，歹势，咱慢抓起来哈。伊其实有两个真正的太太，什么叫伊个正房哈？两个太太叫做利亚甲拉结。啊，像我讲为四个某呢，因为有两个妾哈，妾我唔知台在台湾话边个讲，说伊嘛唔对呢，说伊是啊对啦，说伊嘛一张哈，迄、那个妾就是跟他讲是有白的。说伊敢是安尼讲吼，我嘛袂晓翻啦吼，所以有时阵人来问我讲，这是咱知影咱台语，但有一挂人听无台湾话，我讲你免烦恼，因为我讲台湾话，会晓台湾话嘛听无吼，所以直接看到讲，伊有四个某，所以我讲这段故事，伊甲比如真侪圣经的故事中上早期的连续剧，所以我讲这个查甫男主角是咩人？雅各。啊，女主角就是利亚甲拉结这两个姊妹，啊，有两个女配角，什么人？来，让圣经啊拍开哈，一个叫做西帕，一个叫做庇拉哈。这北京话，我就直接翻过来。故事安那开始？故事就是对这个姐姐利亚无得到疼开始，就亲像咱常常看到这种三角的关系。这个姐姐呢？利亚唔那是生了，唔那是一个无得人疼的角色，而且圣经讲安怎？伊讲伊一出世的时阵，第29:17，圣经描写，伊讲利亚的目睭较疏，拉结生做好看。而且我看到讲，唔那如此，这个姐姐利亚呢，伊嘛和大家老爸当做迄个欺骗的工具。伊用利用安怎？伊用利用来骗雅各加做几年的工课，大家会记得未？七年对。虽然姐姐利亚先嫁予雅各，但是姐姐非但无去得到雅各的心，颠倒伊予伊阿雅各去怨恨。啊，这个妹妹呢，拉结虽然予雅各真疼真爱，但是这个妹妹拉结无法度生囝。所以呢，这两个姊妹开始就为着得到丈夫的疼，在遐拼输赢的故事就开始了。大家开始比赛，以什么人较贤生来争做这个比赛的结果。真明显呢，这个姐姐利亚在这个善良顶面，在这场比赛中，伊是靠赢面的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如果你继续读，你会感觉真憾的代志，甚至到最后，双方伊的查某囡仔就是因的妾，拢啊，这个使女哈，拢上场代打，因最后加入去比赛。伫上尾啊，上帝看袂落去，所以上帝和这个拉结有心了，伊生了什么人？生了约瑟，对不？和这场看起来是真残忍，失去控制，甚至我讲有够憨的，这个生囡仔的比赛会当停止。啊，这种在圣经中上界奇怪、真复杂，我嘛讲是真无正常的婚姻，加上这两个姊妹的乱斗，兄弟姊妹到底，和今仔日咱咧读圣经的人有甚么款的教示，有甚么款会当咱会当应用的，今仔和咱做伙来思考。
特别在2019年，有人讲你要用一字来形容2019年，要用一字来形容，你要用什么字来形容？哈啊，对我自己来讲，我感觉这一年中间，我服侍，啊，佮加上我的家庭，哈，我有三个查某囝，啊，伫遐拄啊两个已经亲这个 teenage， 所以我感觉今年是乱糟糟。所以我特别咧读这段经文时阵，我感觉，哎，上帝其实是真奇妙的上帝。所以今天你希望借着这段经文，会当伫这乱中看到上帝伊的计划。所以咱继续来看这段经文，大意是讲到什么人？讲到姐姐，伊圣经讲，因为上帝看到这个利亚无得着听。伫和合本的圣经是讲，耶和华见利亚失宠。迄、那个原文意思是啥物？原文其实是讲到伊个先生利亚去予雅各所怨恨，但是真奇怪，上帝却要予这个利亚真敖生。你甲想看麦，当你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你看到这个姐姐利亚是一个无价值的查某人，是安怎讲无价值呢？伊个予老爸送入去雅各的洞房的时阵，可能啦，吼、哦。可能是无人要挃的一个母大子，因为拉班伊的爸爸可能根本嘛毋捌问过这个利亚的意见，嘛可能伊生了无安怎，大概伊嘛无法度有迄个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。所以你咧读这段经文时，你想看麦，当雅各伫迄日每迄个新婚夜过去的早起，看到原本应该是伊母大伊的利亚。竟然在伊伫个眠床顶个时阵，你想看卖，伊会安怎会着惊？伊是安怎会讨厌？甚至是偷行冒险呢？伊可能几个人就要分去了。但是，阮看到讲，这段洞房夜所带来个结果，就亲像圣经所写，只有怨恨。咱继续阁看圣经章，对31-35，伊才讲到这个姊妹咧烧钱。虽然暂时看起来，这个姐姐利亚伊是暂时有赢面的哦，但是利亚却一点啊，伊无得到先生雅各的心。虽然咱唔知影是安怎，雅各虽然讨厌这个利亚，但是伊却依然有法度让利亚不断有心。但是确定的代志是安怎？圣经讲，上帝先看到这个利亚去向万分。所以呢，上帝有法度让伊有心，让这个利亚目的就是让伊无阁继续失去伊的地位。特别你注意看到，伫31-10的开始，真实的这个可能较细腻哈。伊个31-10开始，你看经文是上帝主动去看到利亚的情境，伊的状况。上帝看到什么呢？上帝看到这个利亚。踮伫即个真弱势的中间，所以上帝讲，伊要出手干涉，予利亚会当死。咱会当看，对31-35，利亚所生的囝中间，伊所甲每一个囝号的名，拢反映出伊当时的心情甲感受。虽然利亚毋是雅各所听的，但是伊却是上帝。陪伴予雅各的母，我再等一下，我会解释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伫这段经文，我看到，因为雅各伊偏爱拉结，所以伊根本看袂到利亚。嘛，因为安尼，上帝伊要感谢，并且予姐姐利亚伫这种偏爱的情形中间，伊犹原会当完成上帝的计划。兄弟姊妹。在这我要来问看看，咱也思考一下，同样的情形来到今天，检查你在服侍顶面，检查你在做事的顶面，不管怎样，你是属于上帝的人，但是因为做事，因为事工whatever的需要，你想要找一个人跟你做伙的同工，跟你配合，真有可能那个人是你照着你自己的偏爱去选择，不是照着上帝伊的旨意去选择，但是咱的上帝真奇妙。你若旨意，你若硬要安尼做的时阵，你要甲你的偏爱继续行的时阵，上帝会讲好，
你继续行，不要紧，我会让你得到你所偏爱。但是当同时，上帝也会让你一些对付，把这种情形把你当作教你一些功课的好机会。走到最后，兄弟姊妹，上帝永远是要将伊自己所拣选，就是迄个你无教伊的人，要予你，真做你真正的同工。我唔知大家敢有即款的经历，所以头拄仔我讲到，雅各拄拄是即款的状况，因为伊伫婚姻顶面，伊无要看上帝的计划，甲上帝的主权，伫即个偏爱拉结即种代志的顶面。伊敢若亲像青梅共款，虽然上帝无要阻挡雅各，但是雅各每一天面对这两个姊妹，我相信伊毋呐没有享受其人之福。大家你甲想看卖，伊每一天倒来到厝内底的光景是虾米？我认为，一个蒙上帝祝福，还是一个蒙上帝赐福的婚姻，还是时光，是绝对会当看到祝福的。点猜？受上帝祝福的婚姻，还是受上帝祝福的时光，有完你会拄到挑战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爱问自己，到底我是照着血气，还是照着上帝的心意在做决定？你要继续忽略迄个伫你身躯边你无佮意的人，还是你要继续忽略伫你身躯边无佮意的代志物件？还是你要谦卑在上帝面前来查验，检查你目前所遇到的困难、挑战，敢是因为自己的偏爱所造成的？检查，你讲我并无安尼偏爱，我嘛唔是因为偏爱人的代志去予上帝管教。可是你可能拄拄，还是讲你过去有经历这种予人讨厌，还是讲无得人疼的日子。咱看利亚，可能你嘛亲像利亚共款，你踏入一场根本就毋是你造成的风暴之中，因为你予人冤枉，所以你是孤单的，无人愿意要甲你徛做伙。现在，可能你就亲像利亚共款，予大家亲像大家老爸遮尔亲的人利用了后，伊换来的。确实无要予大家的丈夫，无要予大家的团体，甚至无要予大家的环境所接纳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因为你的困求，上帝会亲像插手去雅各的厝共款，开始插手伫这个真无公平的这种关系中间。因为上帝的判断是公平的，阿门。所以。而且看到咱的主无亲像人看表面，人真容易看表面。上帝是看人的内心，伊呢会当予无得人听的，会当得着听，会当予人万分的，会当得着蒙爱。而且咱看到利亚，伊所做的见证是啥物？伊家己大汉囝叫做流便，伊号的名叫做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。伊第二个囝西面，就是上帝听起我的祈祷，而且立位呢，就是丈夫要跟我联合的意思。伊第四个囝犹大，就是讲伊要俄罗上帝的意思。兄弟姊妹，咱看到，当利亚虽然是弱势，但是伊伫遮尊上帝、尊主为大，上帝伫遮嘛真顾念利亚的苦情，来为伊来伸冤。特别咱咧读这段经文的时阵，你无法度，你嘛找袂到伫圣经中间，上帝捌用一句话，还是用形容词，上帝捌用这种第二等的眼光来看你啊。实际上，上帝的囝儿，伊是无分阶级的。上帝知影你啊，伊的心中因为予丈夫去藐视，所产生迄个讲袂出来迄个痛。虽然伊嘛唔对，但是上帝伊犹原要祝福伊，想使利亚生真济个囝。第二个部分伫三十章一开始，伫遮咱看到妹妹拉结出场咯。伫三十章的第一集，甲二十九章的三十一集，伊两集中间，伊上多介大个即个对比是啥物？这对比就是圣经安尼写，伊讲拉结看甲上帝看，
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一个真大的重点。而且我看到什么？利亚在雅各的面前无法度得到听，但是拉结却在上帝的面前得袂到听。而且有一个真重要的环节，圣经的作者在这提醒咱，在人的面前无得到听，不要紧。但是你千万唔通伫上帝的面前无得到听。伫遮，如果有一把刀，会当来形容拉结，就是伊对正经迄个真水、真有气质的查某人，伊已经真做一头一个满头乱糟糟、常常受气、不满的小查某。但是当看见经文描写拉结，这不是我讲的。你看圣经哪讲，伊甚至到一个地步，因为伊的目睭安怎，伊叫做目空赤，中文就叫做嫉妒。伊看袂，看到我都看到伊的姐姐好，伊就甚至家己的丈夫阿个讲什么？你讲你就和我有囝，那无我要死。头前讲到。人唔知影是安怎会安尼，雅各伊所听的拉结未生，但是伊无爱的利亚却是一直生，并且一连生了四个。伫圣经的作者，伫遮真清楚的讲出，这种生命的源头是上帝的赏赐来的，唔是对人的认定来的。所以雅各安怎回答伊？雅各讲：“我袂当代替上帝，和你袂当生的是伊。”雅各回答拉结，但是真可惜，拉结并无亲像利亚同款向上帝来 cry out， 来呼救，颠倒将伊的查某囡仔、伊的婢女和伊的丈夫正做二房，为着雅各生两个囝。兄弟姊妹，伫遮咱看到，敢那拉结拼了命，伊想要得到的，却是哪个早着予伊的物件？迄、那个物件是啥物？就是哪个会疼，甲接纳。讲到遮，兄弟姊妹，唔知你敢嘛去观察过？有一款人，伊记着别人有成就，伊看到别人有成功，就真莫名其妙的无欢喜。在法国，国早有一个思想家叫做卢梭，伊捌讲过，伊讲人吼，除了希望大家幸福以外，佫真爱看别人不幸。即句话，毋若讲出迄个万多的心理，对着迄个死道友无死病毒的想法，更加是一刀见肉。啊，这个万多，有一个真有名的文豪家叫做莎士比亚。伊捌写一篇文章，叫做《绿眼怪兽》。伊安怎形容这个万多？伊讲，亲像一个弧形，一只弧形在飞过人的身躯的时阵，伊无要伫迄个健康的部位停留，但是伊却爱去人迄个受伤会疼的部位去夹落。兄弟姊妹，万多总是伫人无感觉的情形中间，会行入去阮的身躯内底。在我的生活里面会影响我们所有的一切。在这里兄弟姊妹，如果你看到拉结他的反应，大家你敢会感觉他因为这个目空赤，像万多在这里亲像一个小查某，他每一天开始起床整天摇摆叉。在这里看到拉结，他对一个老爸疼，在这个丈夫爱水当当的一个小查某子，但是伊伫嫁予雅各以后，竟然有遮尔大人生的改变。伊唔呐无法度生，到第八节尾啊，伊亲目睭看到家己的丈夫，伊所疼的查甫人，伊必须要甲伊阿姐同房以外，甚至伊无要伫即个传宗接代的代志顶面输去，伊将家己的子女，就是查甫囡仔，甲家己心爱的查甫人同房。兄弟姊妹，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？拉结的问题不是没孩子，乃是以孩子性的表现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万多，对头到尾
彻底给毁掉了。而且人看到拉结无看到伊自己有诶，并且伊谦卑自己咧求告上帝。颠倒，因为伫过去，大家拢听伊，大家拢真爱伊，伊吞袂落这个口气。而且兄弟姊妹，咱看到这个怨毒所产生迄个毒膏，一点一点将拉结邀去迄个毁灭的路顶面。伫这个时阵，咱来停一下想看卖，人其实是真容易将上帝赐予阮迄个恩赐来放袂记。迄种恩赐，我要讲就是对上帝迄生出来时阵就有的怜悯。迄个恩赐是上帝所想赐予阮的。迄个恩赐，不管是你的外表，不管是你的健康，不管是你的聪明甲智慧等等，但是咱若无常常谦卑伫上帝的面前，和上帝继续将安尼的恩赐，咱继续交予上帝来使用的时阵，人真容易，包括我家己同款，会落入一种搁较深并且无满足的迄坑内面。而且，阮看到，敢若亲像拉结同款。雅各原本就足疼伊、足爱伊的，甚至你敢知影？伊为着拉结做几年？做14年，亲像一日安尼来为着拉班做代志。这种疼，我要讲，绝对毋是肤浅的疼。这种爱嘛，毋是这种一见钟情的爱。但是拉结因为骄傲。因为伊真自大，伊讲好，你为着我14年，伊目睭内底，伊无看无别人的危险，所以伊袂当伫遮好好的信靠主。最后，伊颠倒害了自己。伫经文继续看，伫第9节开始，利亚嘛，敢那互自己的妹妹所影响着。伫遮，我看到真可怜的姐姐利亚，伊对故事一开始，伊唯一会当做的代志。就是生囝，伊连续生了4个囝。咱看到，伊虽然先生无爱伊，爸爸利用伊，妹妹无尊重伊，但是伊至少阁会当生囝呢。但是有一天，伊发现讲，我未生了。你安怎想？哇，伊真正惊死了，敢那伊亲像失去迄个伊唯一迄个安全感，甲伊的价值。伊安尼想，伊可能想讲啊，我一世人拢无价值，即摆会当生囝是我唯一的价值。拜托，拜托，我千万唔通失去这个价值。我会当赢过我的妹妹，即在地我会当生，啊伊未生。但是今仔我未生咯，伊却会当接到别人生，我要安怎办呢？所以伊伫遮嘛真残忍的。将伊个查某囡仔、伊个婢女死拍，命令伊嫁予伊个翁雅各，正做利邦，替利亚去生囝。到21节，利亚甲伊个婢女总共阁为着雅各生了4个查甫、1个查某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问你个，唔管你即马几岁，你个安全感是建立伫上帝个顶面？也是建立在人的认同顶面。而且咱看到，敢若亲像利亚共款，伊甲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迄个人的认同的顶面，伊却无建立在上帝的顶面。一开始，伫看到经文，利亚虽然开始的时阵，上帝怜悯伊，伊嘛信靠上帝，但是利亚的自信心无够。伊将自己的安全感建立伫，伊无甲自己的安全感建立伫上帝顶面，颠倒伊甲安全感建立伫倒，建立伫伊敢会生囝的代志顶面。所以咱若看出来，伫经文安尼写，当伊的婢女希帕生了第一个囝的时阵，即加得利亚甲伊取名的意思叫做万幸啦。什么意思？因为伊的查某囡仔会生，伊也准雅各会开始就爱伊咯。伊无想到，伊的子女替伊生的，永远是别人的。
伊犹原无法度得到雅各的疼。兄弟姊妹，伫遮咱看到真正安全感，只有对上帝遐才会当得到。所以伫遮看到，即个利亚伊咧号名的时阵，伊伫当当时，伊是非常的自私，伊几个人是无啥啥，嘛真济的错误。因为当伊咧生第二个囝时，伊的思路咧生第二个囝时阵，利亚讲是安怎？迄、那个亚瑟伊啥物意思？有福气的，伊想讲，只有伊生了第二个囝时阵，伊开始有福气啊。伫遮看到利亚。但看又唔对咯，兄弟姊妹，咱拢知影，什么人才会当予人有得着福气？只有上帝才会当予人得着福气。伊当当时的欢喜，就亲像迄个选举，咱要选举，咱要这个支持的人赢，还是讲迄个选，迄、那个要选举的人赢了，还是讲你拄买车，还是你拄买一项新的物件，迄种欢喜，无错是真欢喜。但是兄弟姊妹，迄、那个欢喜，两面就无去啊。而且看到，当人咧自私的时阵，人会伤害人，人会利用人，就亲像利亚，伊使用伊的婢女希帕，看到是真残忍的代志。伫这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插曲，就是当时的人迷信，伊也准查甫人食了这个蜂蜜吼，蜂茄吼，会催情。什么意思呢？所以在圣经里面写，伊的大汉仔刘便为着要讨好伊的妈妈，伊想讲啊，伊的老爸雅各食了这个蜂胶以后，伊就会疼，伊就去爱妈妈。结果拉吉看到，伊甲利亚讲，甲恁囝的蜂茄给我。我有看过，特别去找别种文字的圣经，伊伫顶面无加一个请字，所以伫遮嘛看到这个拉吉。伊本来迄个阿爸伫厝内底伊个地位，啊，即个利亚嘛，是就一个永远嘛无会当有意见的人。但是到最后忍无可忍，伊讲：你抢了我的红事，连即个皇家你嘛要抢走。而且你若读圣经的时阵，你会感觉真好笑，但是嘛真可怜，因为两个人才拄拄为着生囝。将迄个囡仔号名，迄个荣耀要来荣耀上帝的时阵，但是拉吉却为着一个皇家，等啊亲像伊所将迄个为着这个红豆汤，将迄个大汉仔的名分和雅各同款。伫迄个拉吉和利亚姐姐甲雅各同房，但是你也继续看。文化建工拉吉虽然使用迄个皇家，但是犹原无带予伊有新的一个好消息。颠倒是伊姐姐利亚，因为将皇家予拉吉，所以伊阁有机会甲雅各同房，伊会当阁有新阁生囝。兄弟姊妹，问题就是伫遮，圣经的作者要予阮知影。那不是上帝的祝福，兼且你有皇家的催化，也是了然啊，无效的。所以你伫第二十二节圣经讲，上帝笑脸拉结，上帝允准伊，予伊会生囝。伫这段经文点出伫咱的信仰中一个非常大的意义，兄弟姊妹，就是迄个生命乃是上帝的主权。也是他的想事，拉吉用到皇家得不到，但是他却透过基督可以得到，就亲像在圣经中间记载那个哈拿西撒母尼的经验同款，跟这个撒加利亚的母伊丽莎白生了施洗约翰同款。这妇人因为伊拢是基督上帝，虽然已经过离那个生产的年纪，人看起来无法度啊。但是上帝怜悯听因的祈祷，祝福给因，所以让因在人看起来无可能的时阵，同款会当生囝。咱继续看对十七到二十一节，咱对经文中间看到上帝继续犹原的顾念利亚。我咧想，有可能上帝犹原看利亚是真多弱势，安那讲呢？
可能哪个对口到尾对你也无好面色，迄种讨厌甚至轻视的态度，予上帝怜悯了你也的苦情甲困窘。所以上帝要应允这个你也，伊应允伊一直有迄个生囝的认定，但是你也真实嘛有心哦。伊也准甲雅各困一暝，伊就开始有价值了。咱看到这个 PowerPoint， 就是迄个以撒家。伫遮，阮看到伊甲婢女甲这个查某囡仔互先生，伊阁一届唔对了。伊想讲甲婢女互先生，就亲像迄个古早的这个宫廷剧同款，这个宫中的妃嫔，伊要结盟，互相帮助，目的是啥物？只是要为着会当伫皇上的面前得着疼，实在是足悲哀。你要用一个查某人的结盟来换伊的价值，当伊生了第六个囝，即个你啊，亚尊阿国一定会甲伊当大了，所以甲合作西布伦。但是其实你敢知影，只有啥物人甲你啊，甲咱当大，只有上帝一直甲咱甲你啊当大。但是咱有时阵嘛甲你啊同款，咱常常甲放袂记。而且我们看到姊妹嫁给同一个雅各，但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，就是他要对婚姻，他要对生子，但是他却没有对上帝那里去得到雅各的肯定和安全感。说到这，你感觉这敢是圣经所写，敢真的那么狠？如果你不相信我，请你可以翻开创世纪29章到30章。但是这段经文，今天我要说，带给基督徒有什么样的提示呢？我会分两个部分，跟大家做伙来思想，做伙来勉励。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有那个正确的人生观。什么意思呢？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想过？真多时阵，那个得不到的东西，常常是我们也准是最好的东西。我再讲一次，那个得不到的东西，往常常是我们也准最好的东西。我是用一个真无好，嘛不是讲无好听，就是真实的一个范例。如果恁家有饲狗，特别你有饲两只狗以上的，亲像两只狗，当主人拢给人一支骨头的时阵，一人一只狗一支骨头的时阵，你甲看卖的时阵，虽然因嘴内底加迄个骨头，但是这个狗依然想要得到另外一只狗，对方伊嘴中加迄支，敢毋是？迄个怨毒毋但是多，嘛带予人非常大的伤害。有人讲，迄个怨毒是啥物意思？我感觉真贴切。伊讲怨毒就是讲要想去得到属于别人的物件，但是佫去家己无法度有。我佫讲一解。怨毒就是讲，你要想去得到别人的物件，但是搁去家己无法度有。兄弟姊妹，特别我有这种感受，真侪时阵人，咱的一生中，咱会经过真侪无相像的经历。有人是做什么代志拢真顺利，会当工作人生胜利组。但是有一挂人，总是伊做什么代志，伊拢会感觉到代志袂顺，敢是？所以呢，在这里我就看到说，如果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中很容易产生那个怨毒。你会想说，人的一生是怎么这么不公平？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人属于上帝，可以常常以那个感恩的态度来对待跟我们做伙同齐生活，或是同工，或是甚至在做事的人，你的生命就会充满更多的欢喜和和平。但是你若是继续用这个怨毒的眼光去看别人的成就的时阵，迄个时阵你会带来更多的怨仇，会更多的不满。这不是基督徒正确的人生的态度。第二个我要说的是，人的手段无法度改变上帝的计划。而且
如果你是看过这段经文的人，相信你加减拢会去予利亚伊个故事去受到感动，敢毋是？特别我要讲的，你对古早你就是无得人听的，特别你常常伫这个光圈、这个光环外口的人，兄弟姊妹，我讲着，上帝知影每一个人的内心，甚至我要讲，伊会当伫迄个原地伫后壁，会当真侪变伫头前。上帝的心意就是要去伸传迄个圆满的结局。你敢知影？虽然利亚的大团圆的结局来到晚期，但是各位敢知影无？伊最后也是去得到伊丈夫的疼，伊最后是去得到伊丈夫的接受。虽然伫圣经讲，圣经中咱无看到雅各对伊讲啥物真好、真即个花前月下的誓言，伊嘛无伫即个众人欢呼，也是讲真灯火辉煌的宴会头前，去予伊的丈夫来承认，拢无。伊的丈夫雅各只是伫一座真安静无声的坟墓，伊去点点去承认利亚的身份。拉结死了后，利亚将其尾会当加做雅各伊丈夫生活中唯一的牵手。这段时间有偌长？因翁仔某中间是遐尼偌幸福满足？圣经无写，我嘛毋知影。但是咱确实知影的是，当年老的雅各伊知影家己就要离开世间的时阵，伊为着家己甲伊的亲人、伊的厝内底的人，要选择迄个埋葬的所在，伊做出一个真特别安排。伫创世纪49:30-31的记载，利亚会当安息伫伊的家族的墓地内底。颠倒拉结无葬伫遐，拉结伊予葬伫往伯利恒的路顶面。咱看到利亚长久以来伫雅各的心中拢排第二尔尔，但是伊最后真做第一。伊死了后，甲伊的丈夫会当待做伙，会当长久伫遐安息。圣经无写嘛，无人知影是啥物时阵雅各做出即个决定，要甲利亚埋伫即个麦比拉洞。但是即个决定，兄弟姊妹，咱就一定看到雅各已经改变了伊对利亚的态度，伊完全承认，并且伊接受利亚真做伊的某。头前我讲到，利亚是上帝赐予伊某，是安怎？因为上帝予利亚一个真人想袂到的结局。你敢知影？大卫王就是伊的囝犹大的后代。咱打过圣诞节，咱的弥赛亚耶稣同款嘛是利亚的后代。这个利亚，伊是耶稣的太太祖。哦，曾祖母，如果你看圣经，感谢主，伫这个看起来真非常乱，甚至我咱讲是一个甲你家庭的闹剧中间。如果当阮对上帝的目睭、对上帝的角度来看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既然你看起这是真有规矩、有计划的代志，一个让大家丈夫讨厌的人。一个对头到尾，对细汉到大汉，无得人听的人，到最后，伊竟然会当予伊丈夫接纳了。利亚可能到死，伊嘛无法度知影上帝伫伊的生命中，迄个计划是啥物。伫这种烧钱烧抢的生活中，可能一般人无法度会当亲像伊。亲像咱会当看到上帝的祝福，但是我要讲的是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的主权甲计划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。各位，伫我的信息要结束进程，我想要予大家小思考一下，检查你的人生，你感觉经历，还是讲你拄拄即马咧经历这种纷争、真混乱？甚至我要讲，敢若看起来是从旧作的光景中间，当阮看到利亚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看到伊的光景，
上帝顾念你啊！我要讲，上帝的确嘛会顾念你。在这个2019年的上尾啊礼拜日的时阵，我要祝福大家，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，不管你现在的生活是遐尼啊乱，遐尼啊看开是无受到祝福，但是咱依然要有盼望，并且咱在这要耐心听候上帝。因为上帝在你身躯顶的计划，我要讲，可能大到你根本就想不到。咱只有安怎做，只有凭着信心来接受。我要讲，这个盼望绝对会当扛得时间的考验，会当予你赢过一切的挑战。千万唔通想要靠你自己的小聪明要来改变，因为我要讲，人的手段。无法度改变上帝的计划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阿爸爸，感谢你，伫咧今仔日今年最后一个礼拜日的时阵，咱接到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思考。祝愿你的信心，甲每一个谦卑打开心的兄弟姊妹做伙伫底。主啊，虽然咱的生命伫过去，也是讲伫即马，可能看起来是真乱糟糟，但是主，阮知影，看到利甲，看到拉结，看到雅各过去的故事，阮知影，你伫阮的身躯顶，你有真水真好的计划。主，愿你继续借着奉献，主啊，阮来继续敬拜你的时阵，主啊，你继续你的信心，甲阮做伙伫底，互阮伫哪敬拜。那明白你的心意，安尼祈祷，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主名，阿门。谢主，这时阵嘛，继续用诗歌，咱来继续来回应。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惊过一惊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埔，带我伫安静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坚硬，引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无惊在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伊伫我对。
我拜世言下，应由我我的头壳，予我的杯满满，稳定主笔的卡，对我一世人，我要行去的耶和华的主，直到永远。兄弟姊妹，我知影即摆时间已经到，但是我想要最后一个时阵，咱会当将咱的头，会当啊，咱的目睭开，咱会当做一个回应。在2019年，今仔日听过这个信息，读掉这个圣经的时阵，我伫这个时阵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当将手放伫你的心中，伫只咱同齐来宣告。我们讲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要来弃绝所有今年的审判。主啊，就是遐无属于上帝的。主，伫遐人看起来是纷扰，是混乱，甚至人看起来是咒诅的性命的表象。主，我们来宣告讲，拢毋是属于你的。主，伫这个时阵，你的敬拜者，主啊，伊手放伫伊的身躯顶，伊要来宣告讲，上帝，你定义要祝福我。主，你要定义要保护我。我们讲，人的手段未当来改变、阻挡上帝的计划。主，我们伫遮宣告，我的环境、我的经济、我的健康的状况，无法度阻挡你要继续祝福我。主啊，伫遮我们讲，你已经看到我的苦境。主，我要来继续服侍你，因为你伫我的生命中有迄个上好。有迄个上适合我的计划，所以有伫遮，我们用信心的眼光，祝我们来迎接2020年。伫以赛亚书41:10，上帝讲：你唔通惊吓，因为我要甲你做伙伫地；你唔通惊吓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的确要坚固你，我的确要帮助你。我要用我公义的正手来扶持你，主啊，这是我的祈祷。愿主耶稣，你的恩惠，祝你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信心，你常常教我们做伙伫地，所有的交通，让我们可以借着信心来宣告，2020年是一个充满上帝祝福、上帝稳定、上帝计划一年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阿门。阿。主，咱请坐。今仔日聚会到这，好唔好？咱要离开进前，今仔是最后今年的最后一个礼拜日，咱互相会当互道一声新年快乐，好不好？咱彼此的祝福，哈，因为咱各一届见面就是2020年啊，感谢上帝，愿上帝赐福，大家新年恭喜。